你好。对啊，赵信就是谁也打不过啊。推线来抓就死，对啊，所以就很烦啊。以前赵信可以玩，因为伤害高啊。你一级、二级捅一套之后，对面打野来说不定双杀。你看这个回血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这十载 Q 我两下，发现我血没动。你看这个恢复。三个 Q， 两个彗星，我表示一点感觉没有，兄弟，没吃饭。不赚啊，推进去吧，推吧，这样我不赚。十载直接没蓝了，我他妈满血。没吃饭，这是。哦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大哥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来啊，来啊，继续打。我又满血了，还拿了个十载的盾。你说这不，这真的对线就赖皮了，真的。我不但杀你满血了，还拿了一个石头皮。不能卖。回血太恐怖了呀，这个你不觉得这个回血太他真的是不讲道理吗？茫茫大雾，是我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哀痛。这信爷杀爽了呀，我又满了。
血赚。感觉也不是很赚的呀。他少吃一波兵，我死了一次，感觉我是亏。捡灵魂他是不能免疫塔的，对，这个回血比较痛快，他推线，对，他一个兵回30滴血左右，一级回22，E 是加速。这十仔配个螳螂仔，我这么必死。螳螂仔没血了，来送血，真是好人呐！十仔苦不堪言，队友炸穿的，除了武器会玩一点，其他人都炸了。你们觉得这个回血是不是老变态？没错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来一双 CD 海，再买个真眼，钱多。打了一个，我还有两个，气不气？大招是一个斩杀，加位移。他肯定打不过血量也蛮好啊，前几级很弱的，他关键是回复，对拼很一般的。海妖之后啊，就是非常变态了，兄弟。哎呦，这个比三项猛多了吧，兄弟。
是的，护甲鞋小日子。可以闪现 W， 就是 W 蓄力再闪现 W 出去。这个英雄也不确定上不上班了。有挂怎么了？斯特恩说我开了，没开。这是技术，直接来一句有挂。一手有挂，有点夸张啊。想拿他的红啊！哎，回头！我靠！但你直接跑哪里没什么脾气。这卡牌妈这样太致命了，这个牌感觉出海妖就感觉不是一个英雄了呀，乱杀了呀。
我操，真帅！再给你加个工资装。哎呀，真酷！打完满血还带成盾，这不是以死亡为敌的吗？ 离谱，爽了爽了爽了！今天可以荣耀下播，爽了爽了，爽到了。想学不？想学就多看会直播。无需太久，这残忍的长夜便会告终，但不是现在。 对面投了，泄愤弹。感谢易阳233老板的办卡，感谢你的办卡。高分弹选不到的呀，这个真的是莫名其妙就嗨了起来，这话。哎呀，真爽！这个英雄我觉得今天晚上不绑这场直播，好像是可以的，好像任何时候都可以变弹。 刮痧的原因是因为你装备没做好。这个英雄只要有一个海妖，伤害非常的高。我刚刚一个海妖，一个日炎反甲，就是这石头人被我秒杀。好，就打两下，一点不多。 这个吸血简直，说是英雄联盟最恐怖的回血，应该不是很过分。 哎呦，我应该，这波应该怎么做啊，兄弟？这波有概率跑掉吗？好像没有。这波要怎么跑掉？这波我们有什么办法跑掉吗？我发现我们把他血量打下来之后，好像没什么办法了。贴墙的话，被蓝枪一直贴脸，哎呀！
你贴墙被这个南山一直 A， 不是 A 一辈子。我当时躲了南山一万个平坦。往河道走，他不就是 A 你一年 ？A A A E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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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你妈不是像个变态？这鬼英雄有点变态，我说实话。一手满血气不气？直接来一个海妖。等会钱了，其实先出二术鞋感觉也可以。对啊，这个防杠可，你看我这样一个集气一个E人就没了，不用集气，直接一个 W。变身难道有你 buff 吗？我没注意看变男枪。我他妈满血了，这你妈谁受得了？我要的白痴。没大招，我也想回去。应该死不了。这不是真的像个变态就。真的有点变态了。可以 Q 上。他消耗能力其实不强。他比较变态的地方是在于回血。他线上真的是猛回呀、啊。
只要你没打赢他，他就可以线上站了硬回，一秒五回。我感觉我这吃药是个坏习惯了，你看这伤害高的是多近人，盖伦日炎的，打他跟切纸一样。射程又远，失误了。满血，这根本就动不了对面。你说这种纯肉盖伦见面就去世，这怎么办嘛？这伤害，哈，就这。什么东西啊！开了开了开了，根本这个男枪没搞定，什么事都没了，真的。我觉得我直接 CB 鞋吧，我看这他妈不出 CB 鞋。这男枪根本没看懂什么情况就已经死了。WAKV 没了，因为男枪打野刀已经时间到了。这根本动不了了呀，对面。盖伦说：“我下盘破败之王，不要拦着我，动不了，根本就。”这海妖太牛逼了，再比一下上盘的那个破败，真的是地中地。大宝盖有点痛啊，我伤害太高了，吓到他。
你在干嘛？我走，这我杀了。十一杠十八，我十三杠一。这是什么怪物啊？这不削弱，感觉真的老病态了，真的。我说实话，我感觉我根本不想做肉装，要不再来个十字镐？你觉得呢？有点膨胀了，有点。算了，做个肉装吧。肉破败。家里要盾牌子在我身上，能打过诺克吗？应该打不过。这个英雄怕硬刚，但是那个诺克你如果一直很灵活，把 W 留着一直跟他消耗的话，他蓝耗不过你。这个触的动作还是没有想到那么快，会取消的。这个可能捡尸以后不无敌，我说实话。捡尸以后可能不是无敌的。从现在来看，那个捡尸机制有点夸张。完了！哎呦，捡灵魂没捡上，捡上了就可能操作了。还好给了加里奥，这好肉啊！对面的英雄，这波没大招，有大招可以随便操作。盖伦必定斩杀，这个东西太痛了，我的这个盾直接被打掉了。没有死亡之舞，我觉得要出半肉吧，来个黑切吧，你觉得呢？应该要出半肉，打着跟着盖伦毕竟纯肉啊，太肉了。好大，对，灵魂都飘起来了，捡应该是被点燃烧死的，要不然的话捡了盖伦直接开个 WQ1， 然后直接两秒钟后 R 再吸一套。不过盖伦没什么伤害了，确实他没什么装备。捡尸的瞬间被点燃烧死了。
这飞轮。猫也是，一死两命。这，哇，这对面的伤害有点夸张啊！这男枪打我好多血啊！这男枪怎么打我那么多真伤啊？需要一个黑切，切不大动对面。蓝盾切不动，三龙啊，捡尸怎么会被打死呢？不是说捡尸无敌吗？哇，这个男枪伤害不行啊，兄弟，我们打团战好弱啊，打不过了呀。我感觉除了我以外队友没什么战斗力，刚刚这两个人一死，我他妈大招那一瞬间是被干嘛了？我感觉打团战真打不过，需要队友去卖，我们没有人能卖，我发现了这个问题。哇，杀鸡局杀的杀的自己成鸡了，好脆，真的要做蓝盾了，打我太痛了，这几个人他们控制很多，每秒掉人没法捡尸体，能捡一个尸体还能打，我需要杀人，我们血手盾这样顶住。说明这个英雄的极限啊，没有想象那么高。厄斐琉斯没伤害的，对面打我就行了。
需要他们去卖。南疆现在伤害已经特别特别高，而且专门出了打盾的东西。打不动人，现在这个厄斐琉斯一点伤害都没有。哎呦，完！我被塔多砸了一下，这个 W 不行啊，追杀能力不足啊，我闪现按没按到这个人。别跳墙，别靠墙，别吃二段 Q。哎呦，你吃二段 Q， 我不应该捡厄斐琉斯的尸体。完了，感觉这个英雄没有追击能力，我肯定要一个王板，你觉得呢？追不上啊！我一个 W， 他刚好一个 E。当场告辞。鞋子感觉不是很重要，大龙。寡妇不在，你只能开阿尝试一下了。E没下去，这不是秒他？我得要一个春哥甲，我觉得。猫下车了，哎，要不然的话就冲过去了。龙没了，应该输了的吧？这个英雄我发现打团战真的不是很强，没需要队友补伤害，你来收割。队友如果不能补伤害的话，你是收不了割的。就是这样下路爆的厉害，你看对面有肉的，我们现在寡妇掉线了，很难打。我们现在关键是很难切人，这个南墙也非常顺。他的双眼映出一整个灵
我们团战关键一直输。能清个料吗？嚣张了！键盘报警了，我顶了两个塔，尽力了，兄弟，我们这边扛了一万多伤害，就跟个狗一样的。鞋子卖了，出什么呢？出个羊刀，但移速太慢了，不行。没有移速追不上人了。我这波没冲个甲，你们得上去卖。被斩了！哎呦，不行啊，不得劲啊！捡灵魂的时候真的会被打死，会被收集者打死。我们刚捡灵魂被打死了，他直接跑就好了。同时有个大龙种子，这猫得跟我。感觉还是要输啊，咱们。对面伤害太高了，一
我觉得这个鞋子，关键这个版本没有什么移速类的东西，没有什么移速出的特别爽的。 没有什么移速好东西出，完了山还盖了，回去了，不是。 队友全死了吗？这没了呀！对不起，一波了，好像没什么办法我。 我跟盖伦单带玩了一下，队友没了。